在超市买那份鳗鱼，盖到上面，汤汁绝对不能错过。撒上这个海苔，尝尝这个葡萄汁儿。哦，没说大家好呢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特别想吃那个米肠，还有紫米面包，可能就是想吃紫米，还想吃鳗鱼，就都买了。反正，干杯。好喝，葡萄味很浓郁。先来一口面，哎呀我天，可太香了。那个照烧汁是甜甜的，再配上这个火鸡面，哇，我第一次吃鳗鱼火鸡面，好好吃啊。这个面条还是煮久了好吃，软啪啪的火鸡面。真不错呀，真不错。那个鳗鱼还没有刺儿，简直了。我今天还想吃米肠。糯糯的。我蘸的是那个蒜蓉辣酱和烧烤酱。蘸点这火鸡面的汁儿试试。蘸这个汁儿好吃，那蘸这个面肯定更好吃吧。卷面大法。真的好好吃。我还放了牛奶和芝士这个面里边，所以这次的面真的不怎么辣。你看它的颜色就不是很辣的颜色哈。最后一块鳗鱼了。哦，对，前两天我刷那个小手的时候，就是我刷着刷着，哎，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，这不是我吗？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，资料上还写着说仅此一个号，其他号均为冒充，写的还挺真的，我差点都相信了。那个不是我。然后所以我就从我的上一个视频，就是麻辣烫那个视频开始，在小手上同步了开始，然后也希望那个搬运我视频的那个人可以把我的视频下架。来个蛋挞，今天就是普通的蛋挞，我就是想吃了。我觉得蛋挞买回来之后再用空气炸锅加热一下，效果更佳。我还炸了一个紫米面包，这个就是那个谁家那个，这个就是桃李的。我就是想吃了，我今天可能就是想吃紫米了。我发现，
中途休息一会儿。这个我感觉这个零食也挺好吃的，有一款那个叫辣祖年糕条是吧，那个我感觉有点偏辣了，这个就感觉甜辣甜辣，有点像牛奶，嗯，有点像奶油火鸡面的味道。我感觉这个米肠要是蘸点那个，要有辣白菜配着就更好了，可是家里没有辣白菜了。吃一个这个吧，在那个罗森买的。嗯，我去的是那个沙河的那个罗森，就昌平的伙伴应该知道。我怎么感觉那里被洗劫一空的感觉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呀？那个罗森里边，我本来还想买个啥冰皮月饼蛋糕，但是也没有了。我想给它切开，切开，你们看看它的构造，它就是一个肉松蛋糕。嗯，不错哎，肉松咸香，这个蛋糕好软，特别，那叫，绵密绵软。不过我感觉挺油的，这个能看着这儿有一层反光，这都是油。它那个沙拉酱的味道也挺冲的。我突然想吃冰激凌，我把这个米肠吃了，我感觉这个今天我挺想吃这个米肠的。有的伙伴可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哈，但是我还可以，我还挺喜欢的呢。这么拿手掰着吃还挺爽的。我去拿个冰激凌吃。等等，咱们尝尝这个草莓的，我还第一次吃这个草莓味的冰激凌。还行，我感觉有点甜，这草莓的有点偏甜感觉。嗯，啊，真拔牙呀。这个写着还挺好吃的，什么口口嗨到爆，要不然尝尝。哦，它这个是飞镜子画面，不是面包。哦，它这是馅饼，跟那鲜花饼似的，里边确实馅挺多的啊。尝一点啊，饱了，不甜不腻，哎，还挺好吃的。多肉桑葚味儿，为啥我吃出了股红豆沙味儿啊？嗯，俺再尝尝，闻闻再尝尝。我怎么感觉就是红豆沙味儿啊？算了，不和你掰扯了。这个还挺好吃的，可以。吃饱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